再过不到24小时就要进行总统暨立委大选，而投票是国民应尽的义务，不但能够参与民主，更对于身体的健康促进跟社会参与有帮助。家中的长者带着小孩子一起出来投票，那我们这个对长者也是很棒的一个健康促进活动。投票是一项重要的职能活动，因为在同一天有共同的目的出门，可以见到左邻右舍朋友，透过外出活动还能增加社会参与，尤其是长者更应该出门投票。所以选举当天鼓励大家一起都出来投票哦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谢谢，谢谢你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OK， 好，谢谢主任。那拜拜那个，我会给你东西。长者透过走路或坐轮椅到达投票所，全身关节活动也能够有效增加运动量，选民也能够一起落实友善的投票环境，礼让高龄长者跟轮椅族群优先投票，也要做好防疫工作，促进全民的健康生活。记者陈华彤报道。